今天是2023年10月8号，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卡尔加里。本以为这个季节的营地应该是空空的，没想到的是全部爆满。这次旅行我们是一路向东，一直开到了加拿大最东端纽芬兰岛，总行程21000公里，历时56天。当我们回到卡尔加里的时候，正赶上秋意正浓。吃过晚饭，迎着夕阳漫步在公河边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回顾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这一路上我们见了不少老朋友，大家都在各自的环境中不断攀升，孩子们的变化更是让人振奋。世上没有碰巧的成功，一切无心插柳，其实都是水到渠成。